好，乖啊，待会妈妈煮好吃的啊。小米，快来啊，快帮姐端菜，快点哦。哦，那小兄弟呀，不喜欢搞真气。不要再唱了啦。不要再唱了，不要再唱了，可不可以停一停啊？爸爸都死了，你还在唱歌，人家都在笑我们，你知不知道？你怎么可以这么大声跟妈妈说话？我受不了了，别人都在笑我们家有个疯子。她是我们妈妈哎。你还笑？你还笑？你不是你妈妈吗？只有那小兄弟呀，不喜欢搞真情。如果你愿意，这三个孩子可以一起跟我回美国去。我是他们亲姑姑，我不会亏待他们的。嗯，是，他们都是我的孩子啊。你照顾不了的，医生都说了，你这里病了，你连自己都照顾不了，你怎么能够正正常常、健健康康的把这三个孩子带大呢？他们跟着我。将来还有希望啊，横竖是我弟弟的孩子嘛，我不在乎多这三口人呢、啊，只要你愿意。不愿意，我们都不愿意。哥，你可以告诉他不愿意吗？我不跟你抢书桌，书桌让给你，还有国语日报也让你先看。哥，你不要跟他去美国，你不要跟他去，你快说不愿意呀、啊！你干什么？你这是干什么？没大没小的，没规矩！什么他是谁呀、啊？我是你姑姑哎。我告诉你啊，你如果跟我去美国，那是你的运气。你要是留下来啊，生活不正常，将来长大了也是个神经病。到时候一个疯子妈领着三个小疯子，那我们汪家不全都毁了？哎，我妈才不是疯子，你才是，你还是巫婆，坏巫婆！你给我住嘴！你看看，这就是你教出来的好孩子。好。平白无故的，我也不想落一个拆散人家母子的恶名，让孩子自己决定好了。子璇，你自己说，你是要跟姑姑回美国呢，还是要留下来跟着你这么一个妈啊？
好好照顾你们。你就跟着姑姑好好的，好好的跟你妈说再见，还有跟弟弟妹妹说再见，说你到了以后写信回来。妈，再见。亮亮，小敏，再见。静儿身体可好？台湾天气变化很大，早晚要记得加件衣服。我最近换了新工作，现在老板是犹太人，他对我还不错。姑姑她很好，身体也很健康，你可以放心。我现在交了一个新的女朋友，她是。他是什么人呢？她是一个很好的女孩子，妈妈一定会喜欢的，将来我会带回去给妈妈看。亮亮跟小敏好吗？全世界最差劲儿子。嘿，赵世芬，嗯，哎，拜托，都几点了，你还在这里忙啊？你什么都没有准备啊？准备啊！好了好了，不要说，来不及了，快点快点。哎，走了。亮亮，哎呦，亮亮，亮亮啊！你看你。洗个头，现在只剩半个钟头，来不及了。你不要紧张嘛。我胡说。哎，光德亮，我的眼睛啦。哎，好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来来来，你这样怎么行啊？你看，妆都花了，也都补一下，人家一看你就没有诚意了吧？来，我准备，快快快，你急什么嘛？哎，你轻一点嘛。好了好了好了，可以了啊，闭上，嘴巴闭上 ，OK。我准备口红，而且是不脱妆的口红，等一下才会脏兮兮的在咖啡杯上。不过你要记得啊，你还是要假装到厕所补妆，这样子啊，我们可以迅速的在厕所讨论一下 ，OK？ 嗯，我看一下，哎 ，Nice，OK， 好，走了走了走了。哎，你干什么？哎，走了。嗯，所以啊，我觉得买基金是一个非常稳当保险的投资啊。
赵小姐，请问你平常对理财方面有什么样的计划呢？都有啊，都有也是对的啊。毕竟鸡蛋不要放在同一个篮子里面嘛，你说是不是啊？对。对不起啊，我去一下化妆间。啊，那我也去啊。金牛座的，绝对是个金牛座。我看他点东西就知道了，先问他们有没有续杯，而且啊，还是公众狂哦。快点告诉我，你什么星座的？我，处女座啊。金牛座，处女座，金牛座，处女座。哇，续杯指数100哎！哎，我告诉你啊，你相不相信？啊，余亮，你怎么那么有经验啊？我是相亲专家，你不知道？相亲专家？嗯，相亲还有专家的？你相过多少次亲啊？哎呀，没有20次啊，最少也15次了。相过那么多次，你还没嫁掉啊？我是陪人家相亲嘛，又不是像我自己，我是陪相亲专家。都陪相专家了，干嘛不自己相？我喜欢陪人家相亲，不喜欢自己嫁人，不可以啊？你啊，神经病！哪有人那么喜欢陪人家相亲，自己又不嫁人的？不是神经有毛病啊？哎，陆亮，别走，等我一下啦。十分，以后不要再说那3个字。什么？哪3个字啊？神经病！以后不准再说神经病3个字，我不喜欢。你呀，真是神经！如果没事的话，我先走了。明天见。拜拜。秀美。那个汪子亮。哦，他是约好今天晚上7点，可是他没有来耶，就要取消了。他打电话来取消的。没有喂，就是没有来了。哦。那明天你联络看看。OK， 拜拜。拜拜。这个又跑到哪里去了？打烊了，明天请早，直接跟陈小姐排时间。哎，别加糖，我喝黑的。哎，真的打烊了吗？喝完咖啡早点回家了。谁说打烊啊？灯还亮着呢。灯又不是为你亮。当然是为我亮啊！我叫亮亮，不为我亮，为谁亮？喂。哎。别发脾气哦，你是心理医生哦，你的 EQ 啊要很高的哦。是啊，谢谢你还记得我是心理医生。嗯，我以为你把我这里当成便利店了，全年无休，24小时不打烊。
应该7点钟来的，不来也不打个电话，又跑到哪里去了？相亲啊。又去陪人家相亲啊？你怎么这么爱陪人家相亲呢？就是喜欢嘛。都什么年代了，还相亲呢？就有你这种人，爱玩爱热闹，爱起哄，自己又嫁不出去。就是自己嫁不出去，才喜欢陪人家相亲。亮亮，我是嫁不出去了，谁会娶一个神经病的女人？你又没试过。怎么试呢？想都想得到，一定是这样子嘛。刚开始呢，先交往，喝咖啡啊，看电影啊，兜兜风，然后就是，啊，汪小姐，你们家里有些什么人啊？我有一个妈妈，一个弟弟。啊，你们家人口很简单呢，那你妈没错是吧？你弟弟还在念书吧？接着呢，完了，啊，是是啊。我妈没做事，因为她十几年前就疯了。我弟弟啊，不好意思啊，他没念书。啊？为什么？因为他4年前也疯了，他得了躁郁症。张三李四先生，你还愿意跟我交往吗？那我们明天是去看电影、喝咖啡，还是兜兜风，还是要去？亮亮，就是这样的。不是吗？敢爱我的人，你真的会爱我吗？我弟弟，敢跟我交往的人，敢娶我的人，不见得敢跟我生小孩。1/6，多可怕！神经病有1/6遗传几率。不要这么绝望，不要看那1/6，想想那1/5。我是想啊，问题别人不想，有谁敢跟我一起搏1/5呢？我总不能强迫人家，哎，你跟我结婚试试看嘛，除非他疯了。对呀。也许我可以找个神经病嫁了，这样就变一窝蜂了，我们家就变成杜鹃窝了。神经病，可能我也被遗传到了，我有病。这个社会有病的人。不是每个人都健康，恐慌、躁虑、焦虑、精神官能症的人比比皆是，只是轻重而已。你不要再安慰我了，你是我的心理医生，你关心我，我明白。可是你不能了解我的压力。一个有自残暴力倾向的弟弟，一家就3口人呢，就疯了2个。我夹在当中，有时候我都佩服我自己没疯。所以我喜欢陪人家去相亲，那种快乐的感觉。离幸福很近，很近。虽然那不属于我自己的幸福，可是我可以参与，可以沾一点边，可以假装，那就是属于我自己的。每一次，每一次我都好开心啊。谢妈妈。我家出事了。